今天我有一些疲惫，我也感觉让自己变得好像没了趣味。坚持别皱眉，镜子里的你说要一起面对，为什么这样却为？嘿，你还好吗？挂个电话前还说着 OK I'm fine， 怎么了？突然失控的情绪难以继续，再用我你的声音说服自己。整个宇宙，哦哦，看着你的眼。